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柯少杰，很高兴在节目中跟各位见面。今天在节目里，我们仍然请吴长老为我们主讲，信息的题目是妒忌的心。妒忌的心，妒忌会产生一些副产品，包括了偏心了、骄傲了、批评。有个故事这么讲，有一对夫妇，先生是一个名画家，可惜呢，他是一个近视眼，深度的近视眼。同时呢，这个近视眼先生呢，还有个狭窄的心。当他被邀请参观一个画展的时候，他为了表示他是名画家，所以呢，每一幅画呢，他都要加上一些批评，不批评，显不出他是名画家。当他批评到最后一幅画的时候，大家就大声地告诉他，大家说：“说你看，这幅画画的真是太差了。你看画中那个人物，脸画的是个三角形的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鼻子就是那么塌。不但如此，嘴巴还是那么翘。”越讲越大声。做太太的就撞撞他，拉拉他的袖子，说：“老公，这不是画，这是一面镜子，镜子里面那个人物不是画像，是你自己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嫉妒的心所产生的这些结果是自取其辱。”我们请吴长老为我们分享。各位观众早，我吴勇，我今天早晨要给各位思想一个新的问题，因为我相信我们都明白心的问题是很要紧，因为一切通通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。所以我要应用路加福音书第十五章里面一个比喻来讲到心。路加第十五章有三个比喻，最后一个比喻呢是讲到浪子跟父亲的比喻。可是啊，一般人都是想浪子，可是这个父亲不只有一个小儿子，这个父亲还有一个大儿子。那么一般人呢，常常看着小儿子，觉得这个小儿子坏，可是没有想到呢，这个大小儿子坏，大儿子比小儿子更加坏。如同圣经里面有两种人，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，一种人是税吏，一种人是法利赛人。你说税吏坏，可是法利赛人比税吏更加坏。今天早晨我在这个地方，不是讲小儿子，就是不是讲浪子，乃是要讲这个大儿子。这个大儿子到底怎么样坏呢？有一天呢，他的弟弟他回来了，因为他的弟弟离开家很久以后，有一天呢总是回家了。这个父亲望眼一圈穿以后，他回来了。他回来以后，这父亲很高兴，说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又得，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。以后呢，就家庭里面的宰羊啊，那么大家一同来欢乐，一同来庆祝。这个大儿子回来了，听见房子的里面这么热热闹闹，那么这样的高高兴兴的，以后他就叫一个佣人来问他说：“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”这个佣人就给他说：“你的弟弟已经平安回来了，你的爸爸很高兴，所以现在呢在开宴会，大家在一起庆祝，大家在一起欢乐。”大儿子听见这个话了以后，按理他应该高兴，他没有高兴，他就生气起来。后来啊，他的父亲出来劝他，那么父亲出来劝他，父亲也劝不动，而他反而给他父亲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吃尽了你的产业，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你也没有给我一只羊羔，叫我跟我自己的家人一同快乐。”那么我们从这里啊，就看见这一个
大儿子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话呢？因为他妒忌。所以你看看，妒忌这件事情是人人都有的，可是这个妒忌的心，你看什么心呢？好像说圣经里面有两个我们很熟悉的，一个是该隐跟亚伯，该隐在献祭，亚伯也献祭，可是神悦纳亚伯的祭物，神就不悦纳该隐的祭物。后来呢，这个该隐就生气了，就妒忌了，他就把他的兄弟就把他杀了。所以你看妒忌这件事情很严重，妒忌会演变到甚至杀人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扫罗跟大卫，那么扫罗他妒忌大卫，因为大卫呢，他去把哥利亚打死了以后，全国就欢腾，因为这个最大的敌人总是被大卫把他消灭了，所以一个国家里面大家都唱歌了，说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。那么扫罗一听见以后就妒忌，因为你把万万给他，你把千千才给我，那么妒忌以后怎么样呢？你看这个对国家有功有劳的一个大臣，那么结果呢，扫罗不能容他，不能容他也就算了，就迫害他，迫害他也就算了，还要杀死他，不容他存活。所以妒忌的心是一个很可怕的心。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长子他妒忌，你看这个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第一，他生气，生气的就是说没有快乐。我们都晓得快乐非常要紧，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，祸不单行。什么叫做祸不单行呢？好像说一个人呢，刚刚失业，那么以后呢又病了，失业是一个祸，这个病又是一个祸，所以叫做祸不单行。那么好像说一个人呢，他刚光呢，他做买卖，可是这个买卖呢做失败了，那么做失败了以后呢，他就变成什么呢？这个病了，以后就病死了，又叫做祸不单行。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讲祸不单行呢？就是现在医学上面常常很看重的一件事，就是心理影响生理。很多的疾病有根据现在医学的研究呢，好像说50个、100个病人，真正的有胃病的有多少个呢？才有50个，有50个呢，它不是真正的胃病，这是因为忧愁啊、苦恼啊、着急啊、烦恼啊、紧张才引起的。那么这是就心理来影响这个生理。如果一个人要是有喜乐呢，那么就不至于让心理来影响生理了，就是说他的心理呢就不会受到威胁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呢，一个人妒忌的心，他生气，他就没有喜乐的心。我们常常听圣经里面讲过，喜乐有两种果效，一种果效是一个良药。今天的良药很多，好像说 Penicillin 呢是发炎的良药，好像说 Mycin 呢是这个 TB 的一个良药，好像说 Aspirin 呢那就是头疼的一个良药。所以有很多种一个良药，这种良药是这一种病，那一种良药是那一种病。可是有一种良药是治百病，哪一种良药治百病呢？就是喜乐。所以一个人有喜乐呢，他就不容易生病了，因为他没有心理的威胁，没有心理的威胁就不可以不必去影响到生理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喜乐是一种良药，能够叫一个人保持健康，甚至呢能够给一个人保持青春。所以一个人常常如果有说有笑的，你看见这个人很少生病，这一个人呢很不容易被传染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个良药能够来抵抗那么一切身体上面的软弱。另外圣经讲到喜乐是什么呢？喜乐是一种力量。我们人在这世界上面，无论是学问也好，无论是事业也好，你要让它成功呢，必定要经过艰辛，并且一定要经过挫折，必定要经过难处。那么你经过艰辛、挫折、难处，我们如何能够胜过它呢？要胜过它，最主要就是喜乐，因为喜乐能够给我们一个力量。有了力量的缘故呢，我们就可以越过挫折了，我们也可以越过艰难了，以至于呢，学问也好，事也好，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成功的地步。所以啊，这个大儿子呢，他的心是妒忌的心，一个妒忌的心是一个没有喜乐的心。那么第二，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是没有和睦的心。
你怎么看见大儿子没有活谋呢？因为他的父亲出来劝他进去，他不进去。那么为什么不进去？因为他不跟人和睦。所以妒忌的心是一个不和睦的心。一个家庭呢，有很多分子，好像爸爸是一个分子，弟弟是一个分子，哥哥也是一个分子。那么大家能够和睦了，家和就会万事兴。如果大家不能够和睦了，家也不和，万事也不会兴。所以啊，我们看见和睦这一件事是一件多么要紧的事情。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教会，你看一个教会的叫成员叫做信徒，他不但叫信徒，他也叫做肢体。那么教会也叫做身体，可是身体怎么样成功呢？身体是许多肢体连起来，许多肢体配合起来以后才成功为一个身体。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和睦的心，肢体跟肢体就能够连；没有和睦的心，肢体跟肢体就无法能够连，无法能够连呢，这个身体就建造不会成功。我们都晓得身体的功用是什么呢？身体的功用有两个，一个呢就是把基督耶稣表彰，那么一个呢是把基督耶稣的计划把它推行。如果不和睦，身体连不起来，基督耶稣就表彰不出来，我们基督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就实行不出来。所以和睦实在是非常要紧。和睦在诗篇133篇，他就看了弟兄和睦同居，这是第一节。那么二节跟三节呢？二节他讲一个夫妻好像亚伦头上的膏油，所以有膏油的夫妻就有圣灵的夫妻。还有第三节呢，就讲到好像黑门的甘露。黑门的甘露，甘露是什么呢？在箴言19章里头讲到甘露就是恩典。所以一个教会的一个要紧呢，主要不是建筑物，主要的也并不是里面的一个唱诗班，主要的甚至不是里面的一个讲道。一个教会的要紧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甘露，有很多神的恩典。好像所罗门他曾经做过一个祷告，神啊，你的百姓来到这里，向你要什么你就给什么，向你求什么你就听什么。如果一个教会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地步，你看呢，这个教会一定会满了人到那里去啊，因为那里有很多神的恩典。我们到那里去求什么，神就会听什么；要什么，神就会给我们什么。所以啊，和睦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福气。可是这个大儿子呢，因为他妒忌的心是一个不和睦的心，因为不和睦的心呢，所以结果就失去了这许许多多的祝福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妒忌的心是一个骄傲的心。你怎么样看见这个长子骄傲呢？因为他父亲的劝他，但是他不听劝。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妒忌，你劝他他不会接受的，不是？所以呢，骄傲的心常常是这个样式。我有一次听见一个姐妹做见证，她从北平下来到上海去看王明道先生。可是王明道先生他在他书房里面还没有出来，他就站在他客厅的地方来欣赏他一幅图画。那么在客厅哪里有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？就是有一只公鸡在那里叫。那么这个姐妹呢，就在那个地方欣赏这幅图画。到了王先生出来了以后呢，他看见这个姐妹在看那一幅图画，他就给他说，我就是鸡叫以前的彼得。为什么他是鸡叫以前的彼得呢？因为彼得在鸡叫以前曾经不认主。那么王明先生呢，讲到他是鸡叫以前的彼得，因为他曾经在文革的时候受着迫害，因为受着迫害的各种苦呢，以至于为到自己的安危，以至于为到家人的安危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他曾经呢也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。那么因着这样缘故，他内心一直不安，所以他说他是鸡叫以前的彼得。我也曾经听见王明道先生一个录音带，他就是专专在讲到他鸡叫以前彼得，他曾经怎么样这个来讲软弱的话。可见这个伟大神的仆人呢，是他是伟大，但是我们看见人有时候有这个软弱。王先生他也有曾经他的软弱，但是他不骄傲，他谦卑，他有软弱承认他的软弱，他有失败承认他的失败。所以啊，一个骄傲的心呢，不是他有软弱他不承认软弱，他有失败他也不承认他的失败。我们今天呢，人都有骄傲，
我骄傲，你也骄傲。那么因为我有骄傲，你也骄傲，结果呢，我骄傲，我有软弱，你不敢说，你有的失败，我也不敢说。那么结果呢，大家如何呢？今天世界上面人跟人的中间都是尽量奉承啊，就是尽量表棒啊，不能够说人的短处，也不能够说人的一个软弱，以至于这是今天社会的病态。可是这一种病态呢，不应该教会也有这一种病态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大家应该活在爱的里面，应该活在真的里面。既然活在爱里面、真的里面呢，圣经怎么吩咐？你看见一条羊掉在坑的里面，你不能够装作没有看见。你装作没有看见，你就要在罪上有份了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了一个妒忌的心，是一个骄傲的心。骄傲的心呢，是一个良心感不动的心。骄傲的心呢，是一个人家篡不改的心。所以这是一个浪子。那么浪子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是一个自义的心。你看他怎么样自义呢？因为他堂侄皇子给他爸爸说什么呢？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这是自义。你看他觉得他父亲亏欠他，他没有觉得他亏欠父亲。今天这个自义的心是什么心呢？自义的心常常是一个自满的心。为什么自满呢？因为觉得自己不错，因为觉得自己很好，因为觉得自己呢他尽本分，因为觉得他自己呢他很完美。其实啊，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看律法，有的人这样统计，他说不应该行的有365条，应该行的有248条，你把它加起来是613条，所以不应该行的、应该行的加起来一共有613。那么我们怎么样？神对我们怎么样的要求呢？神对我们要求我们完全，你要完全，如同天父完全一样。可是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是自义的，他会自满。他怎么自满呢？他行一条，他就以为他是行众条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常常有这一种软弱。怎么样软弱呢？他以为他有一个好处，他以为他什么都是好处了，什么都好了，这是人的软弱。可是圣经里面怎么样说呢？他说，如果你背叛了一条，你就等于背叛了众条。所以啊，一个妒忌的心是一个自义的心。妒忌的心不只是一个自义的自满的心，而且妒忌的心是什么心？是一个不满的心。你看他怎么不满呢？他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你没有给我一条羊羔叫我跟我自己的家人一同快乐。这就是对父亲的不满。他觉得父亲亏欠他，他没有想到他亏欠父亲。我们今天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也会这样，我们也是不满。怎么不满呢？常常有人想，我给神做这么多的礼拜，我给神奉献这么多的金钱，我给神呢做了这么多的工作，结果神啊，你这样也没有给我，你那样也没有给我，我要这样你也没有答应，我那要那样你也没有答应。那么他觉得神怎么样呢？他觉得神是亏欠他，他没有觉得他是亏欠神。所以一个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一个妒忌的心呢，是一个自义的心，这是一个妒忌的心。再有，这个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是一个批评的心。你哪里看见这个大儿子批评呢？因为他给他父亲说，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吃了你的产业，这就是对他兄弟的一个批评。批评这两个字按理不是坏事，按理是好事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有批评才有进步，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。因为有批评呢，事情就能够越更加尽善尽美。如果没有批评呢，我们就是错，就这样错下去。所以批评并不是坏事，批评如果讲起来应该是一个好事。可是啊，现在批评呢有两种，有一种呢是善意，善意的是好。什么叫做善意呢？善意的批评是出于爱心，善意的批评呢是出于关怀人的心。那么善意的批评呢，乃是盼望人呢能够因着批评的缘故呢能够矫正，能够把好能够变得更好，能够把不好也能够变得好。这是善意的，这种批评是一个好的批评。可是另外有一个批评呢，是一个坏的批评，恶意的。什么叫做恶意的批评呢？就是说我比你大，我比你高，我比你强，这种态度的批评，这是一个恶意的批评。
这种恶意的批评呢，他的目的要借着批评把自己抬高了，那么另外呢，要借着批评呢把别人变低了，那么这种批评呢，这不是好的批评，这种批评这是恶的一个批评，这个批评是一个不好的批评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批评人，我们要当心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人呢，批评人呢，常常就是显露自己的一个丑恶。有一次啊，一对夫妇他去看画展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丈夫呢，他眼睛近视的不得了，他看见一部在那看一幅画，他就一边看一边在那里批评。哎呀，他说太太啊，你过来看看，你看这一幅画呢，那个一点都不美丽，为什么？因为头是三角形的。还有，你再看看呢，你看这个眼睛呢是一条线，你看不出来的。还有，你出来看看呢，这个他的鼻子是塌的，还有你看看呢，他的嘴唇是翘的。所以呢，那一幅画就给这个先生批评到一文不值。啊，他正在批评到这个兴高采烈的时候，他的太太跑过来，在他的衣服拉一拉，他说：“那不是画。”那是一面镜子，你刚才所说的不是话，你刚才所说的是你自己。所以我们批评人呢，其实常常就是在批评自己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说，你要叫人除掉人家眼目的刺，你应该先除掉你自己眼目的梁木。那么再有妒忌的心是什么心呢？妒忌的心呢，就是没有怜悯的心。你在哪里看见没有怜悯呢？因为他弟弟离开家了以后，这个父亲他一直伤心，他一直忧愁，但是这个大儿子没有给他父亲一同伤心一同忧愁。那么而且呢如何呢？他的弟弟呢是死而不活色诱的，今天回来以后应该加以同情，应该加以欢乐，但是没有。所以一个妒忌的心是一个没有怜悯的心，是一个冷酷的心。那么这个冷酷的心呢，他不能够与人一同表同情，因为不能够与人表同情的缘故呢，所以这个人生活的圈子就是自己啊，所为的是自己，所看的也是一个自己，这个人他是一个自私自利。那么一个没有怜悯的心，他把关系破坏了。怎么关系破坏了？因为他给他父亲说，他父亲说你兄弟，他说你儿子，就是把兄弟骨肉之亲完全忘了，完全就抛在脑后。所以一个没有同情的心呢，是什么心呢？一个没有同情的心呢，乃是破坏和睦的心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，这一个大儿子呢，他妒忌的心就有这六种的一个情形。那么心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呢？孔子曾经讲到，天下平是在于国治，国治呢是在于家齐，家齐呢是在于身修，身修呢是在于心正。那么心怎么正呢？孔子没有继续说下去。为什么没有继续说下去？因为心的问题呢不是学问的问题。那么心的问题既然不是学问的问题，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心的问题呢完全是神的问题。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治好人的心，只有神呢才能够改变人的心。那么神是什么呢？神是爱。你看看，有爱就没有妒忌。你看哪一个母亲去妒忌她的女儿比她漂亮呢？哪一个父亲去妒忌他的儿子比他贤能人呢？没有。所以如果我们有神，我们有爱，如果有爱，我们就不会妒忌人比我好，我们就不会妒忌人比我强。那么怎么样能够不妒忌呢？这完全是一个爱的问题。爱是谁呢？爱就是神。神是谁呢？神就是耶稣。所以呢，我巴望我们接受耶稣，让耶稣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有爱，有爱我们就能够制服这个妒忌。我们现在低头祷告，感谢主赐福给我们今天早晨谈到心的事。主啊，因为心是一切的中心，心是我们一切的枢纽，但愿因为我们有主的缘故，叫我们的心能够改变，能够没有妒忌，能够从忧愁生气能够变得欢乐，好叫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美好。求主祝福你的话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吴长老用路加十五章里面的浪子的比喻来跟我们分享。这个大儿子因着嫉妒的心，所以他成为一个不快乐的人，嫉妒产生了生气，失去了喜乐，嫉妒没有和睦，让兄弟手足之间发生了问题，
嫉妒也让他骄傲，嫉妒更带给他自义和自满，嫉妒也让他满了批评，更没有怜悯。这样子的一个不快的人，是因着妒忌的缘故。只有神把神的爱摆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快乐的人。各位亲爱观众，如果你们在信仰上面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你们来信。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-1337号信箱，我们会为您答复。下一周请准时收看本节目，愿上帝祝福您，再见。